来讲的话，在过去三年的部分有跟 VAC 这个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的一些授权，它区域有代理合作的关系，也有合作协议的关系，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我公司的部分来讲，我有卖它的，就是用产那个商标授权给他，所以这个产品不是阿波罗的该有的产品，是我授权给他们贴牌的一个产品。这个公司有一个代理商在欧洲的一个代理商，他跟我们做三年，他代理我们所有的产品。那他后来他自己有做一个呼叫器，他做这支呼叫器切我们公司的厂牌，每一台的部分有给我们一个这个 logo 的一个 brand 的费用，那基本上我们都有合约啦、合同啦那些东西，我们待会秀给你看。